见。嗯，这题啊，像不像饭？这宁波的啊，这是赵辣椒，三鲜粉啊。早上吃完再出发，喝这个马卡巴卡，这是宁波正宗的特色吗，老板娘？啊，对。好，吃个早餐，我们就出发去西江苗寨，搞一杯饮料。这个加蛋加肉，兄弟们。啊，三鲜粉，兄弟们。这个粉可以啊。嗯，行。宁波三鲜粉啊，你看，是吧？这个。你加醋了吗？加了个蛋。嗯，肉。那叫好香啊。嗯，这个味道太正了，喝完了，这个饮料喝完了，我们今天去千户苗寨啊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退房了，退房了。今天去西江苗寨啊，烧壶茶喝一下。这个是宁波啊，风景。杯茶带在路上喝。吴姐，早上好 ，Good morning。哎，哎呀，放到行李。OK， 去苗寨了。这是我的枕头包。这枕头在北门这里，苗寨北门，订的是寨子里面的酒店。这里要坐观光车到景区啊，苗寨。你好，老板。这酒店的价格啊，兄弟们，啊，参考啊。这个酒店可以进来，住在山上啊，那是苗寨啊。用辣椒是吧，再一个搞两个下饭，这个魔鬼辣，兄弟们你搞一个，啊，好嘞，老板说了啊，再两个辣椒试一试啊，吃饭去。这个魔鬼辣，向北向南，我吃啊，蟹肉饼啊，来个呗，尝猪肉排骨，尝桌宴啊，这个你看红鸡蛋。阿妹，你们吃了什么菜？就这，你们这里的菜吗？鸡胗，鸡胗，员工餐吗？我刚看你们谁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谁洗碗是吧？打碗吃饭。表弟输了。我输了。哎呀妈呀！好 ，OK OK。员工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谁洗碗。美女，这个阿妹是给我们敬酒免费的是吧？哎，对对对。啊，安排几个漂亮阿妹啊。对，全是范美女。啊，炒肉，梅椒皮蛋，有竹笋腊肉，有野菜，两个人四个菜，一壶糯米酒，吃一个辣椒炒肉。啊，辣椒炒肉。嗯。对呀，兄弟们，吃点这个啊，魔鬼辣椒，哎，哇，咱们是个野菜店一口啊，哇。吃个雷椒，雷椒救一下，压一下。啊，吃个皮蛋。吃个雷椒。雷椒。嗯。
来这个试一下，兄弟们，看到啊，注意不要眨眼，一口干。哎，啊，再来一碗，啊，这个辣椒辣，这个不辣。再来一颗，兄弟们，啊，这个魔鬼辣啊，生吃魔鬼辣。再来一碗饭。这是苗族的，侗族的，他不理我。那表面好漂亮啊！这个，你们来自哪里啊？我们来自雾川。雾川是哪里？199，做衣服。冰镇西瓜。啊！把鸭子抓到，加油！抓到它，抓它！我好想逃，他来了，抓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现在坐车去观景台，兄弟们，苗在观景台。然后去看表演啊，我已经安排了两张票，体验一下西藏苗族文化，兄弟们。